超豪华全球第一套房式机舱上路，优雅简约的餐厅，舒适的卧室，让人想不到这里竟然是飞机客舱内。这是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提哈德航空所推出的豪华客舱，3.5平的空间，着重个人隐私，不但有梳妆台、专属卧室，还强调有私人管家和厨师服务，成为全球第一个有一厅一房一卫的顶级客舱，预计下周五正式起飞到伦敦。By deploying the A380 onto London.We're able to sell more seats, and that's the same for Sydney and New York. 除了打造超顶级豪华客机，阿提哈德航空在上个月也获得欧洲联盟委员会同意收购意大利航空49%的股份。接下来，他们将同步更新欧洲航线时刻表，和法国航空、荷兰皇家航空等公司共享代码，抢攻欧洲市场。董新闻，一个机位60万元报道。